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Wins 的成员丸子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开箱的是这个小熊维尼加小猪的公仔，它还是迪士尼系列的。然后呢，它好像多高？等下来试试看看它多高。它好像是可以这样手牵手的，然后它好像是像这样可以组起来，然后手牵手，旁边好像都一样。然后上面盒子 ，OK， 这是日版的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咯。然后没了，它这样的塑盒还有一个底座，哎，后面还有一个底座，好可爱哦！啊，维尼好可爱哦，多可爱啊，维尼。好可爱，它其实有些人看到有些维尼它会油油亮亮的，可是它并不会哦，它这个款式不太会。好可爱的，然后再来换小猪，小猪的话是这样，大小蛮大只的，比那个 WCF 差不多。小猪的话是，但是维尼的话蛮大只的。好可爱的小猪哦，而且很传神哦。然后小猪的话就是他会跟他手牵手，就会像这样，很可爱耶。大只的维尼，然后这样子转一圈，小猪维尼。其实这个做工做得很好哎，这系列的做工，然后涂装也不错，涂装也很好，很精致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开箱分享呢，就是分享这一只小熊维尼的公仔。那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那个实拍图的照片，补拍一些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立体的那个照片，给大家提供参考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